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今天的园游会活动，感谢我们启阳基金会还有所有的 sponsors， 今天将这个活动办得很好啊，人气很够。知道今年是我们的顾亚明议员在法拉盛当第十二年的议员，那今天来讲的话，我们大家都要谢谢他，因为呢，没有他，我们安排不了这个公园。然后还有就是说，我们也希望 Peter 顾议员以后可以更上一步，再继续帮助我们的社区，好不好 ？2021 Fall Festival, let the event begin.